先发投手呢是魏硕成，在之前的一场初赛是4月6号面对到乐天桃园，当时被敲了6支的安打，那总计的失掉了5分，所以 ERA 是4.50，那送出了4次的三振没有错。不过那一场的比赛呢，他是无关胜败，敲了一下，哇，这是一个巧碰形成的安打，在一二垒之间穿越形成安打。外野这边来带动他们的应援，回棒落空135公里的一个直插球，让 Gilligilow 遭到挥空率较低，可是量好球之后的一个挥空是42.9%，保送了，这球比较高了一些些，四外球的保送。那2021年跟2013年啊，跟2023年都没有打过第四棒，这一球在中间方向蛮深远的，但是岳振华完成了接杀，这一球破打得够远，对，胜也可以担任。滚地球要找上岳东华，这个弹跳虽然高起来，不过没有问题，还是在守备范围之内。魏文遭到了刺杀，三人出局，魏成龙的一局上半留下了1-3垒残。球速有控球，当然他的投球的数量要控制，目前还是控制在80球。是，两场的一个先发初赛拿到也是一半。那上季面对到中信兄弟，两场的一个先发也投得还不错，5.29的投球局送出了11K， ERA 是1.59 ，WHIP 值是1.4，好压在线上。猛烈的一挥，挥棒落空，结果岳东华遭到了3振的两出局。年的面对到左打跟右打，对左打的被打几率是稍微高一点点。这个球挥棒落空149公里，在高的位置哦，结果让中信兄弟一局下半的进攻遭到3上3下，徐若曦投出了2K。有相当有控球力的投手。球要形成安打了，在右半边方向的一个平飞安打，150公里的速球被逮中。对于中信兄弟来讲，他是打数内，而且打下了6分的打点。一垒这一边被拦到了，然后传二垒，这里稍微高了一些些。打跑战术 ，safe。打跑战术，我差点穿出去。对，打者呢是曾颂恩。谁球击出去咬中，在右半边方向弹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全垒打。曾颂恩的2分炮，让中信兄弟二局的下半先取得点。哇，好厉害！曾颂恩今年的开季真的好会打，反方向的全垒打。而且这一球其实真的打得很平啊，平射炮，他也全力打来到4支了、没错，这一球击球扬长24度，真的是平射炮，击球出速162、373英里，373英里，那个速球被逮到了，就是要打快的，要打慢的，对他。些画面以及数据，另外刚才的一个击球，出速度、仰角跟落点都是新的东西了。这个滚地球比较软弱一些，哇！不过，哇，这球忍住了，保送。圈的时候，李正昌来面对到 Gilligilow，那当时这王建民教练就有上来，一二垒之间的穿越安打产生，来看一下二垒上跑者通过三垒之后是要跑回来的，这一球是选择传三垒，打安打哦，跟昨天的比赛很类似，是全垒打2分以后，接下来掉的分数也正好2分。李正昌他抓左打者抓得还蛮顺，这一球一垒这边挡住传三垒，要来做一个三垒跟本垒的夹杀。他现在再做一次的传球，垒包二三垒这边直接挡起来之后，
就让张佑铭这个被触杀在三垒跟本垒之间。过去呢都是在比赛后半段上场来接替，内野的一个反弹球，投手这边拦到，回头传向一垒，完成了刺杀出局。但同样的状况其实发生在昨天龙队的先发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说。接球二垒方向，岳龙华接到之后传向一垒，完成了刺杀，也形成了三出局。魏球龙队是靠着 Kitty Kilo 的安打攻回了一分，目前1-2暂时落后。亮锤坏球，这一个球变化球遭到三振，看起来是一个便利碗。回放落空，最后还是遭到了三振呢。跟岳东华问说：“你想要打第几棒？”那他说：“想要打第二棒，因为想要接在弟弟后面。”哇，三振！哇，还有这个球挥棒落空，不过棒子看起来有打到蒋兆宏，不过依然是传向一垒，完成了这一次的三振。徐若曦连三 K， 在三局的下半 K 掉中信兄弟的打线。超过了一定的功，四坏球保送，这场比赛第三个四坏球保送，第四个四死球，连续四。这个开局跟第二局的开局有些类似，棒子摆出来了，点下去，由一垒这边来做处理。后面二垒的补位也强拉回来，在三垒这边，结果漏出去，火车过山洞，那这样子要靠回来本垒这边回传，这边来不及传，一垒这边挡住，漏中洞啊，失误了，王振顺的失误，这让魏全龙队把比数给追平了，啥都黑了。火车过山洞，完全从胯下中间漏了过去啊！是弹跳上面掌握吗？还是来看一下？手到收太快啊！对，提早收了起，收太快，考验着他们的一个打击率。另外就是得点圈的打击能力，分数也得的比较少。是。三垒这边，这一次往后来拦截有成功，传二垒封杀，好捡，好正确，哇，连两球过来都在他抓到，至少会稍微平定一下他的一个心情，最起码有抓到左打者，今天一直很挣扎就抓不到左打者，喂，盗垒成功，的话万一成功一支安打，要先掉分。这球击出去要形成安打了，在左半边方向，那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来得分，那前面的张振宇盗垒成功，也让张佑铭在得点圈打下了安打，并且带有打点。今天张佑铭是上垒率100%，对，今天的状况非常的好，张佑铭是掌握得很好，是这个龙的项链戴起来了。偏高的变化球跟进来以后反向攻，或者加上退板，就是总合起来是三次。如果说第四次出现的话，就会变成违规。这球切高起来，捕手高宇杰稳稳的看着这个球进到手套里面，也形成了三人出局。魏全龙队四局上半的进攻是攻下了零。魏全龙队也蛮有趣的，1、3、5局郭彦文都形成了该局的最后一个出局数。我要保送，还是点下去了，挤了一下，投手转传到一垒，这次由魏硕成来做处理。那陈思仲滚地球三垒这边，这个弹跳拦起来，看了一下二垒的跑者传一垒，差很多啊，对，这个稳多了，哇，那个手背差很多，看来是张振宇的打击，
抓第一颗球打到了在左半边，左外野手需要再往后退，要往后退，要往后退，这个球欧巴，那跑者回来得分，打者这边上二垒，二垒安打，抓第一颗球就做一个很深远的一个攻击啊，后续都为球队来有串联了，对，串联起来攻势。接球到中间方向，又是安打，二上的跑者绕过三垒，没有问题吧？要冲回来得分，打者哎，结果是一二垒这边，但是一垒这边没人，没人补位啊，结果张佑明死里逃生，又补一支安打，对。那说到牵制了，在另外一地的比赛，威能地出现了4次的牵制，没有抓到，所以也成为了牵制次数违规的第一人。这一球捕手这边有机会，再看一下高宇杰完成了接杀，也形成了三人出局，上来之后顺利的化解掉了危机的，也让魏全龙队这边的攻势中断。不过六局的上半攻下2分，5-2来暂时领先中信兄弟。球速也可以投到150，坏球保送，四坏球的保送。所以今天呢、这个首名打者上，今天是打到第七局，有6局是首名打者上的，对，首要作战的机会很大。野上的跑者启动了，这个球挥空传上二垒，这边一个弹跳 safe， 大跑战术，然后跑者又有速度，李凯威本来就有速度了哦。又控不下后，你是怕喜欢呢？过去学生时期可能是有的，接一个球有了，安打了，在右半边的平飞安打。那接球挥传过来，是往本垒这边来传的。想太多，打安打。一垒管区，三垒上的跑者轻松回来，一垒上跑者绕过二垒，现在冲三垒，这个的回传给到了中间。那郭彦文的安打也开张，魏学龙队再拿下一分，6-2。喂哦，触身球，插到了身体啊！哇，郭天信今天40球4个。这也是过往陈虎的一个诟病。这一球被带起来，到了左半边的一个平飞安打，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，全部垒包往前推进一个。果然是平飞安打。是，陈思仲的安打也顺利的开张，让魏全龙队再拿下一分。李吴跟陈虎一样，都是在2016年中信兄弟所选进的球员。坏球，保送。死坏球保送，上来投不进来，满垒的局面。送分了。再掉一分，这个半局魏全龙队已经是打下了3分了。投中用球数绝对领先，掉一个高的，这个球在中线位置后面，哎，球冒掉，但是捡还没捡到，哇，变成 safe。哇，区前的一个防守之下，反倒往后追这颗球，岳东华。这个球要考虑要给安打还是失误？对。对，削到球衣。哎呀，又是一个触身球，哇，满垒的局面哦，不管是四坏球保送安打。这一球三垒这边挡了一下，但是游击这边补起来传二垒，还是 out， 还是有出局数，抓到了，给你给到拱冠哦。这一颗球打得蛮强的，让林瑞君弹了一下，江坤宇补救起来，补局是29.6岁，最年轻的则是乐天桃园的25.8岁。这一个球打到了中间方向，中外野这边岳振华可以接到，但三垒上的跑者要冲回来得分，李凯威的高飞牺牲打。为球队攻下了第7分的进账，在7局的上，选手可以在一军的赛场上面磨练。棒子断了，但是要直
接进入到姜昆宇的手套里面，也形成了三人出局。不过魏全龙队七局攻七分，把比数拉开到了十分。防御率高啊，就是被打的全垒打也多了，被安打也多。这一球挤出去，稍微挤了一下，在中左之间，两个野手过来，但是是奥巴落地形成了安打，而且这是一支长打，拿莫一样。这连是矿。今天代打来出赛，落到后面去了。力的球种42.6%的一个使用率，滚地球在游击管区，李元军把这个球拦到之后，垫步传一垒，那三垒上的拿莫跑回来得分。面两场比赛，面对到自己的老东家，都拿到了救援成功。这场比赛是今年赛季首次来面对到中信兄弟，不过四坏球的保送开始。球速也来到147，速球的使用比率将近要来到60%，然后直叉球跟滑球接近20%。这一球在右半边，这一球就确定是在界内了。哇，陈子豪终于是把他的全垒打敲了出来。昨天有一个界外轰，这球仰角27度，击球出速度高达了171公里，414英尺，这也让中信兄弟在九局的下半，所有的球迷终于是站起来了。打到就知道有了啦，对，因为整个球是完全咬中，完完全。好啊，三振回棒落空，被变化球给吊中了。上来代打之后没有收到好的结果，有进步哦，是到位权以后有进步，对，确实是比喂出生球打到脚踝，哇，那个位置，那确实跟庄老师所说的，陈宇勋在去年应该说还在，这个球在左半边深远的后浪，再一发的两分炮，中信兄弟九局下半是开启了全垒打战术啊！保送全垒打，触身球全垒打，击球出速度来到164公里，仰角27度，越过了全垒打墙。现在今天赠送了单场双响炮，这两支的红线都是全垒打，那有一支呢是右半边方向飞球遭到接杀，是蓝色线。不过现在两发的全垒打，陈宇勋，这一球击出去到了左半边方向，林瑞君形成了这个半局的第二个出局数。林洛凡考量这边还是需要有三名的羊头，所以才让弗莱西这个离队。我要三振最后是三振，直接进到了好球袋里面了。徐国伟没有挥击，结束了这场比赛啊。虽然中信兄弟九局的下半两发的全垒打打下了四分，分别是陈子豪跟曾颂恩，可是最后呢，还是由魏全龙队以13-6来击败了中信兄弟，收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系列战。